中国大陆五四八军舰，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宜兰舰广播，你的行动将严重破坏台海区域和平稳定及安全，有造成事端，增加危安及误判风险，请你立即调整航向，如执意进入我二四海里临街区，我方将采取驱离行动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